辽视春晚倒计时，1月23日早8点，带您走进2020辽视春晚，最好看的春晚故事，最有趣的春晚探秘，最搞笑的明星互动，最盛大的新春典礼，10余小时互动直播，戏谑连连，精彩不断。腊月29，今夜向北方，2020辽视春晚，让快乐惊喜伴随您。新时代合家欢，小康梦今朝圆，春节大联欢，幸运喜连连。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辽宁卫视和优酷联合为您呈现的2020辽视春晚倒计时。及早迎新春，抢先过大年，各位准时准点守候在我们辽视的电视机前的朋友，今天可有福了，因为接下来的10几个小时，我们将会以提前探班、独家爆料，还有欢乐短剧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陪大家伙儿欢欢乐乐迎接辽视春晚的到来。是笑弯了腰，乐开了怀，辽视春晚大舞台，有创新，有看点，精彩揭晓就在今晚。看我们的倒计时的钟声已经敲响了哈，各桌的朋友们，咱们是不是也表示一下呀？必须的，是呀，是呀，是不是？看干嘛？得往这边看，对对对，谁表示？看看，奋斗的日子天天过，有梦的舞台最逗乐。咱们闲言少叙，赶紧把2020年我们最真诚火红的祝福送给大伙儿。郭和老杨呢，为大伙儿来送对联了。是的，我们来送春联。来看我这边的上联是：看看新春福旺迎好运。好，哎，我这个呢是下联是佳节吉祥。想开门红啊！我们仨送一横批，来来来，横批是金鼠报春。好呀，好呀，好，说的好，说的好，整的不错啊！你看刚才他们就往咱们这桌看，对呀，对我们寄予厚望了，是不是？有点挑战的意思。他们呢说的是和谐盛世人欢乐，没错。那我们就从春晚倒计时的角度来给大家送祝福，好不好？可以啊。好，谁先来？显得咱们不会似的，是吧？来来来啊，看咱们这边的上联。来，我们准备好了，大家伙一起来看一看。民俗传承千年宝藏。咱们这边的下联是年味匠心，辽视春晚。好，那我来配一个言简意赅的横批，哎，非你莫属。好的。我觉得小黑这个横批配得好，非你莫属。咱们自己给自己鼓掌。哎，没毛病。用非你莫属来形容我们辽视春晚，那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对啊，在全国的电视观众乃至全球华人心中啊，我们辽视春晚已经成了每年腊月29必备的一道年夜饭。在我们今天等待春晚大幕拉开之前呢，我们还有重磅的礼物要回馈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我们都为大家准备了什么呢？当然要请上我们的王群，有请。金属送喜，小生有礼。王群在这儿给全国的观众朋友拜年了。您看我这儿啊，前后左右都是奖，是不是谁看着我都想上来抢哈？但是跟大家说啊，不用上来抢。接下来我来说一下怎么样是正确的获奖的方式。那哈哈，首先呢，你要下载咱们优酷旗下全民娱乐平台来风直播的 APP 看直播呢，领取鼠年的新春大礼包六贵福珠宝，祝全国人民阖家幸福，鼠年大吉，选好钻六贵福，全国连锁信任之选。看辽视春晚共计20部 5G 手机等您来赢取。辽视春晚和春晚倒计时期间呢，辽宁移动客户发送 5G 到10086即可赢取 5G 手机等新年好礼，100%中奖。 5G 看移动，未来无限可能。那感谢金龙鱼专业饺子粉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过年包饺子就用金龙鱼专业饺子粉，恭祝全国人民阖家幸福，鼠年大吉。那看我们辽视春晚倒计时以及辽视春晚会摇取新春大奖，本轮我们要摇出的奖品是由响声传媒提供的 iPhone 手机、苹果电脑、iPad， 由莱纳翡翠提供的精美翡翠工艺品，由新时代红酒田小红真感情就喝田小红提供的精美的红酒大礼包，以及盛世桃园提供的休闲套票，还有由电器销量领先品牌小果电器提供的扫地机器人，由浪花小巷最美店提供的新年代金券。持续关注我们辽视春晚倒计时以及辽视春晚，稍后呢我们将摇取由大德置业提供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珠海市城市 CBD 海景城景全复式公寓3年的使用权。
观众朋友呢，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辽视春晚互动平台参与互动摇奖。好了，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明。谢谢王群，谢谢。第一轮呢，我觉得这个摇奖这奖品就非常非常的丰厚，真的谢谢王群。新时代合家欢，小康梦金招远，我们用奋斗和奔跑的姿态迎接着崭新的一年，夏雨欢歌，小康梦圆，春晚盛宴就在今晚。是啊，在全天直播辽视春晚倒计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通过对辽视春晚明星台前幕后的独家的专访，来回顾历年辽视春晚的经典小品，陪你一起来度过一个欢乐红火的大年。哎呀，越说越期待了，是不是？没错。当然我们除了有笑料、猛料、大爆料之外，我们更有特别接地气儿、特别有正气的欢乐范米粒儿家，将会用他们充满正能量的欢乐故事为我们带来欢乐中国年，感受美好家风，欢乐倒计时，迎接辽视春晚。哇、wow ！应该说，现在我的好奇心呢，被大家现在吊的是越来越高了，是吧？每年的辽视春晚，很多的朋友呢，对于我们的辽视春晚都是非常非常的期待，都在问说，今年的春晚有哪些朋友来到我们今年的这个年味大餐当中啊？哎，就是我觉得今年肯定朋友们都有期待，我也想知道大家对于今年的辽视春晚有什么样的期待？咱们先请那桌说说，管旭。哎，张明，你要说到最期待啊，那我觉得笑星组团上春晚，咱们的小品那肯定是爆款呀。对呀、啊，神秘嘉宾到辽台，作品有人气，形象够帅气，到底他是谁？稍后再揭秘。哎，是啊，老将新生代，混搭讲创意，歌曲有串烧，走心。接地气，嘿，辽宁味道，家国情怀，大气澎湃，我的最爱。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一桌的四位朋友啊，已经用自己的方式把自己对于辽视春晚的期待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真的是喜事儿、美事儿、乐事儿、好事儿，这都穿成串儿了。那接下来咱们赶紧请出第一位明星吧。大家都着急了啊，这第一位明星会是谁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重量级的吧。我觉得不单是重量级的，应该还会是一位老熟人儿。刚才那个秘密随口说一句，这关子卖了，是吧？乡音总关情都连续第五年，冯巩他来了，春晚。看你的、wow、春节大联欢，幸运喜连连。正在进行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妍希。那今年的辽视春晚啊，我们请来了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就是坐在我身边的冯巩老师，欢迎您。你好，大家好，我是冯巩，我是天津铁岭法库调兵山人。冯巩老师，我们想死你了，想死你们了。冯巩老师可以说啊，我们辽视春晚的观众朋友们、啊、特别喜欢你，你不仅这个用心用情用力的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经典的作品，还说相声、演小品、参演电影电视剧，在演艺事业上可以说你一直好评如潮，你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向百姓学习吧，发现老百姓的这种美德和亮点，去体味老百姓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觉得生活永远是精彩的。太棒了！像这些年你和王振华老师也带来的作品《乡音总关情》，环卫工人抖精神儿。日夜铲雪，真感人儿。我天天守在小西门碰瓷儿。我想，我们辽视春晚的观众反响特别好。然后听说啊，你们在准备这部作品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功夫。因为我真是对辽宁啊有特殊的情感，对年轻的岁月就在十八岁。就在法库调兵山当兵，最美的回忆。所以我的战友都是辽宁人，所以一提起来乡音，我觉得辽宁就是我的故乡。所以乡音总关情是四回了吧？四回。以后还有坚持下去。
太好，我们辽视春晚啊，有一位忠实的老粉丝，非常的喜欢你，也是委托我们春晚倒计时栏目组送给你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在这里，当当当当，来就来呗，还送什么东西？应该是一个红色的围巾，哎呦，太好看了，哎，尤其是在新的一年啊，真的祝冯巩老师就像这个红围巾一样，红红火火，鸿运当头，好不好？行，也祝观众朋友们，哎呦，这还一封信，哎呦，你这样我念给你啊。亲爱的冯巩老师，您好，这些年呢一直关注您的节目，你给大伙呢带来了那么多的欢乐，但也一定是付出了很多很多。过年了，我代表我身边喜欢您的家人朋友父老乡亲们，祝福您在新的一年有一个好的身体，好的心情，总之啥都好。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临夏镇胜利村王孟才，吉林的朋友啊，吉林的朋友，在这里我向他向他的朋友们表示节日的祝福，祝他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万事如意，谢谢孟才。太好了，谢谢孟才。那这样孟才他也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啊，这边也是想得到您的签名的照片，也是委托我们春晚倒计时的栏目组。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行行嘞。谢谢冯巩老师，谢谢然后我们也谢谢这位粉丝对我们辽视春晚倒计时的支持。那冯巩老师啊，今年辽视春晚你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们透露一点小惊喜呢？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亮点啊，我把所有人的亮点啊，我还是希望他今儿晚上看吧。新的一年到了，2020年啊，冯巩老师希望你能够把最真的祝福送给我们辽视春晚的好朋友们，好不好？好好好，我首先祝愿我们辽宁的老年朋友们，老有所乐，心有所属，祝小朋友们，成绩优异，各种荣誉数不胜数，祝年轻的朋友们这个恋爱成功，终成眷属，祝所有的朋友们勤劳奋斗，天天把钱数。各位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就这一句话，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吗？那您对不能啊？诗朗诵啊！转眼又到年三十儿，满怀深情来串门，天南地北都不去，我就稀罕辽宁人儿。讲究不？讲究。哎，饺子包好呗？没了，快点吧，撒冷的。好嘞，看见没？就空着俩手来的。背后说坏话，谁空俩手来的？我带着醋呢。行了，巩哥，既然您是奔着吃来的啊，咱们俩今天在这儿进行一场比赛，比什么呀？咱们用辽宁的美食猜谜语，看咱俩谁说的好。那怎么分输赢呢？观众的掌声就是分数。谢谢，请您多关照这边的关照啊。我先说啊，请。就您这耳朵，您这耳朵一支了，就是我们辽宁美食。我这是老边饺子。你看都没什么人理你。要这我也会说。把嘴撅起来，撅起来，马家烧麦。不是你把这俩胳膊都扎开开。干嘛？辽宁美食，这是盘锦河蟹。我那边俩手搁脑袋上啊，这搁脑袋上，搁上，大脸瞎爬着，太肥了是吧？就您脑袋这个造型就是辽宁美食。我这是营口大头宝。好，你把脖子转过来，勾棒子烧鸡。
谁烧鸡呀、啊？急了急了，谁？就这张脸，辽宁美食。我这是西塔大冷面。我这么热情，我冷面，烤冷面。行行行，行，咱不猜谜语了，干嘛？咱俩说三句半，敢吗？什么是三句半、啊、就是我说第一句啊，你说第二句，哦，我说第三句，我说第四句，错，你说第半句。行，别讹，别看半句，说出半句就把它给办了。听着，来吧，说，五爱隧道，车如梭。大二环上亮点多，什么风景最诱人？堵车。堵车都出来，堵车说明发展了。四十年前怎么不堵呢？那个彪子，是不是啊？你再听我这个，哪个？环卫工人抖精神儿，日夜铲雪真感人儿。我天天守在小西门儿碰瓷儿。不是，小西门碰瓷那也是胖子。跟你长得一样，叫二肥的嘛，没毛病吧？没毛病。你再听我这个啊，说环境保护大格局，节能减排解难题，今后出行开啥车？倒骑驴。哎呀，那个没尾气。听这个啊，说辽宁大妈有情趣儿，广场跳舞真带劲儿，最爱听你叫她啥？老妹儿。咱再说现场的观众怎么了，穿衣打扮真潇洒，格调越来越高雅，初一出门我穿啥？大裤衩。不是，到浑河冬泳不感冒，干哈呢你？不赶紧去？这回咱不说三句半了，又改了。咱俩说那一人一句的，咱俩对春联怎么样？怎么对？对春联，你行吗？我行吗？啊，在辽宁，我对春联有个外号，你叫春联小王子，我就不如他了。哎，我在辽宁也有个外号，您叫春联皇阿玛。听我这个上联啊，不服来呀、啊！说，笑弯了腰，乐开了怀，辽视春晚大舞台。我下联是过年的鞭，春节的炮，现场观众有尖叫，横批，哎呀，嗷嗷的。这回我说个高的，什么高？彩电塔的尖儿，立交桥的墩儿，花博山顶韩德军儿。辽篮中锋，那这回我说个低的，你说地面上的土，草坑里的霜，土豆秧子潘长江。讲究不？横批，做人就得低调。这回我上联全说吃的，来吧，酱大骨，锅包肉，东北乱炖吃不够。我下联是烧刀子，老干皮，大绿棒子，闷倒驴。横批，横批啊，
不喝我是东北的，喝完东北是我的。这回我说个软乎的。什么软乎？炖粉条、油炸糕、雪棉豆沙、粘豆包。这回我来个硬实的，说女汉子男大侠，性格豪爽，你瞅啥？横批跟谁俩呢？我不惯你包着。这回我上联说咱们辽宁的小伙子怎么着，心肠热，体格棒，和我一样嗓门亮，小伙子们喊一嗓子让老冯听亮。这气势。这回我说辽宁的大姑娘，说模样俏，形象美，跟我一样大长腿，姐妹们鼓掌吧，掌声多长腿多长。横批，横批起音腰。摔了吧？这叫摔吗？这叫为观众的热情而倾倒。这回我献给我们所有辽宁人一副春联，上联是祝老乡一帆抚顺，四季安山，千里锦州，万象福新。下联是愿亲人前程盘锦，好运大连，旭日丹东，喜气沈阳。横批祝俺们辽宁人房子宽敞，卡里有款，父母硬朗，孩子露脸，老公顾家，媳妇节俭，吃的鱼做，睡的舒坦，玩的开心，乐到永远，忠厚传家，幸福美满。好，倒计时正在进行中。Hello， 大家好，我是辽宁卫视主持人王群。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著名演员黄晓娟老师。王群好。你好，黄老师。哎呀，大家好。这个儿时的偶像哈，坐在我的对面哈，也是百感交集。最近的一年在忙些什么呀，黄老师？拍了一个电视剧在安徽，然后还拍了两个电影。今天是咱们2020年辽视春晚的倒计时的现场哈，马上晚上就要登台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了，给我们透露透露今天晚上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哎，我觉得今年的小品啊，真的是，用老百姓的话说，很接地气儿，哎，特别好玩儿啊。可以说呀，黄晓娟老师哈，这个一直以来都是给别人带来欢乐，对吧？那今天我作为辽视春晚倒计时的主持人哈，我也要给咱们黄晓娟老师带来一个惊喜，惊喜，没错啊。给您表演个小节目啊，我这儿呢有一些这个气球啊。好，随便选一个给我就好了。嗯啊，没问题。选一个您看着最顺眼的给我。这个挺顺眼。这个挺顺眼是吧？啊，可千万别爆了啊！这气球我吹好是吧？哈，没有问题对吧？你帮我拿着它啊，帮我拿着它啊，就是不要动，好不好？我怕你爆了。它会的。爆一个气球会有几种方式？嗯，捏可以捏爆。嗯，用一根针一样东西可以扎爆，但是我是魔术师，我不一样。好。注意看，哎，我看你好像根本就没有触碰到它。意念爆破，是不是没有看清？没有看清。先别着急哈，我这儿还有一些扑克牌哈，这扑克牌就是每张都不一样哈，这个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每一张都给您展示了哈。那个随便伸出一根手指头摸一张就好了，就轻轻一点啊就好了。来，我们让镜头看清楚，伸出您右手，您的右手，对，食指哈。我摊开您随便点一张，任何哪一张好，哎，就点一下就好。这一张是吧哈，我们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翻过来啊，哎呀，红桃四，这是啥四？是好事啊，是不是啊？好事，红桃四哈，这样哈，注意看，我需要切一下牌，红桃四在整叠牌里面消失掉了。哎，哪儿去了呢？还记得刚才你爆过的气球吗？这次呢，我又准备了一个，这个是提前吹好的。红桃四在里面，没有，就是只是一个白气球套着个黑气球。
拿住，好，这个您放心，绝对安全。嗯，不会再爆。刚刚我是把黑气球爆破掉了，对不对？可能很多人觉得是不是远处飞来一根针，但是现在白气球是完好无损的，没有问题，对不对？黑气球在里面，是不是？您可以晃一晃，看看是不是完全分开的，没有什么粘连啊什么的。没有。好，像刚才一样拿着这个白气球，我们再回忆一个事，稍微举高一点，好，回忆一下一个事情。刚刚你自己选了一张牌，什么牌？红桃四。然后放到手那牌里消失掉了，对不对？嗯，那是你的事儿了。接下来，好，接下来一样的事情再做一次。注意里边的黑气球，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你别躲。哎，黑气球爆了，红桃四在里。红桃四在里边。这个有点神奇啊。这个真的是要给你鼓掌。所以绝对不是什么飞来一根针啊，或者怎么样，对不对？没有想到你还会变魔术啊！这个变魔术我是认真的哈，这个就送给您做纪念了，好不好啊？那这个好事我就送给您。好的，我们把这个好事呢也送给观众朋友们。好的，再次感谢黄先生的时间。观众朋友们，祝大家新春万福，鼠年大吉。哎呦呀，出一天了还没凉呢。那个，我轻点声一点。啥事？你就把小米粒嫁给我得了呗。不是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磨叽？那这事是我说的算的事啊，那不得小米粒自己答应吗？那你要不我再回来，我替你好好说说。哦，那我太谢谢你了，我帮你吹。哎呀，快去吧，这还能喝吗？太好了。回来了，你就空俩手回来的？您就带男朋友回来吗？这么回事儿，这半道我跟他说您爱吃南果梨，然后他就直接掉头去鞍山给您买去了。这孩子，你让他跑那么老远干啥呀？我跟你说啊，他还说如果将来跟我结婚了呢，会把您像亲爸一样对待，每个月要好好照顾你跟我妈。这孩子太懂事了。那什么，你给他打个电话，我跟他说两句。哎，好嘞，来吧。哎，好。喂，孩子，我是小美人他爸。哎呀，孩子，我太感动了，从来就没有人像你对我这么好。我就跟你实话实说，我家小美人配不上你呀、啊。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干儿子。我就是你干爸，爸给你长好。啥？非我们家小美粒不娶啊？你这孩子不行啊！我可不能看着我们家小美粒把你给坑了呀！啊？这孩子他是我看你是，你就胡说八道什么？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朗朗。大家好，我是侄女爱丽丝。我是张若昀。我是张也。我是戴玉强。大家好，我是大潘潘梅龙。我是小月。我是孙悦。我是潘阳。新的一年祝大家幸福平安，身体健康，大吉大利，大吉大利，甜甜蜜蜜，万事如意，祝你最好看哦。新年快乐，过年好，鼠年大吉。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二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奎志老师和李生素老师。二位的到来，真的我觉得我们演播室的灯都可以先关掉了，蓬荜生辉哈。我知道于奎志老师就是咱们辽宁沈阳人，对，家里人哈，家里人。然后李老师哈是河北人，对吧？对，河北人。想问问二位老师，今年在我们辽视春晚上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演？今年我们演唱这个节目也是为这个辽视2020年这个春晚啊全新创作的一个普天同庆大团圆。最重要就是歌词要表现我们辽宁的这样一种精神面貌，歌唱辽河儿女。哎，对。另外一个歌颂有新的时代，咱们辽宁人呢作为共和国长子大儿子，接着来歌颂祖国母亲。我知道哈，二位是多年老搭档了，黄金搭档，那一定都非常默契哈，了解对方的这个优点哈缺点，爆爆料吧，您先说。我有缺点吗？我有啥缺点？
路痴。他这个是一点没说错，不认路，我认路，不知道。我给您举一个小例子啊，我在中国戏曲学院彩排我的一个新，当时创作那个新戏《满江红》，彩排完了之后，我回家，其实从戏曲学院的排练场到我家里头开车也就是十几分钟，挺近的，十几分钟。哎，我出了排练场，上车之后，我告诉我妈妈，说妈妈，我出来了，我大概十多分钟到家，我一个小时没到家，开哪儿去了？走反了。我居然前面看见收费站，反应过来了。哎，我说我回家怎么还收费？我回家怎么还收费我再一打听，黄村到了黄村收费站，我跟人说，我说我要回官园，他说您挑头再回去。我也经常我跟他说，我说好像我这方向感哪脑子里的哪根弦这粘连了。天才往往是在某一方面这个就是都不认路。他就什么不会开车，天生的这个活地图。要不怎么说你们俩是搭档呢？一遍奇怪，我只要坐到车上，他就听我指挥，我照左转右转，他全是听我的。都我要不说话，就一直往前走。我就是刚才来这之前出化妆室，别人一定是向左走，我出化妆室直目瞪眼。就奔右走，就说这边好，走错了啊！因为你知道地球是个圆，怎么走反正都能走到。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新国风的音乐啊，甚至一些流行歌曲啊，它会加入这个咱们戏曲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啊，就所谓的戏歌。对，您对这事儿怎么看呢？我觉得推广京剧艺术，传播中华的传统文化，要多条腿走路，因为现在时代发展了，现在是多元的时代，过去叫听戏。老先生来了之后，坐在戏园子里面，一壶茶，甚至于可以闭着眼睛去听马连良先生、谭富英先生的唱，听梅兰芳先生的唱。裘盛戎先生。对，但现在呢不是，现在我们的观众现在首先第一文化层次高，另外一个他接触的都是这个很丰富的文化的这种熏陶，所以他在欣赏艺术的时候，他也是希望能够这个视觉艺术。无论是这个舞台的呈现方式、演员的表演啊、剧情的结构、矛盾的冲突，有很多人是要通过这个，不单单是来听一段唱腔了。所以呢，我就觉得现在，因为刚才你提到的戏歌也好，包括一些新创的一种京剧这种形式的剧目也好，还是要多方位的去推广。我比较爱看的是什么呢？三岔口。三岔口。就是觉得咱们戏曲一点规矩，京剧讲究的就是规范。规范。标准化，因为京剧举手投足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它都是要有规矩。您看我这个，你的架势是对的，丁字步，但是不够标准。子午相，对，子午相是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我这个胸部面部从这边，但是实际上我要看的是这边。哦，我实际上要看的是这边，我要指的是这边。稍微侧一点就好看了。哎，明白吗？哎，我要指的是这边。中西侧比心，比心，对对对，你也得是这样，你不能这样比。这是什么？这叫心动啊？不是，其实这个是我们戏曲演员当中思乡、思念。哦，表示一个心理的一个活动。写思念母亲，思念父亲，思念自己的儿子。这老旦里窝丁儿啊啊啊啊啊啊！这是我们城市化的一种思念，就是思考，哎，思念，哎呀。是这样，表现这个内心比较烦躁，都把它演化成比心了，根儿在这儿呢。明白了，就叫追根溯源，不忘初心，真的。谢谢。问一下二位的2020年咱们的新春愿望是什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首先我说我回到家乡，那我最大的愿望是家乡这个人民能够生活幸福，各项事业都能够兴旺发达。特别是在这个全方位振兴辽宁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这样一个征程当中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时呢，也希望在2020年我们自己的能够新的作品和我们的这个之前所拍演的这个京剧舞台艺术片的几部电影，在2020年能够与广大观众见面，都是观众非常喜欢、非常熟悉的。啊，也是京剧老生和青衣的这个行当当中的代表剧目，啊，到时候我希望我们这个电影作品能够受到广大观众的喜欢。李老师呢，你有什么新的愿望？我也希望2020年呢能够出更多的作品，向我们的父老乡亲们给大家最好的一个汇报。好的，再次感谢二位老师。我陪我媳妇儿去参加他们小学的同学会，现在这个同学会呀可不得了，都参加同学会了吧？啊，老厉害了！媳妇儿，收拾完了没有啊？收拾完了。哎呀，真漂亮！
我那专车给我备好了没？专车啊，备好了，你放心吧。没有像上次似的，这我刚坐上去，没蹬两步，砰，轮胎爆了。不能，这回我是从我们物业老刘那儿借的加重的自行车，轮胎是防爆的。甭说你了，把你爸爸放上去，你俩人那轮胎砰都爆不了。哎呀，太好了，这就放心了。走吧，走，快。回来了。哎呦，哎呀，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的。我是真没想到，你看看这两口子都多大岁数了，你。那没办法，愿意。对，有钱难买愿意啊。哎呀，走了啊。哎，站住。干啥？干啥去啊？哦，今天你大姐他们同学会。哦，站住。干啥？你干啥去啊？人家要求了带家属。哦，站住。站住。咱俩有问题能不能一块问？啊，不是，参加同学会啊？你俩怎么去啊？骑自行车去。对呀，驮着我去。你坐他的自行车啊？怎么了？哎呦，大姐呀，参加同学会骑自行车啊，万一你穿着裙子，裙子再裹到他那后轱辘里，大姐，后果就是这样的：你上自行车的时候穿的是裙子，下车的时候穿的就是裤衩。怎么说话呢你？咋说话呢？这实话呀。大姐，啊，进一步说话。咋回事啊？这是。干，我问问你啊，参加什么年龄段的同学聚会？对呀。小学同学。哎呦，这三十多年没见面了吧？啊，三十多年没见面啊，你俩就这么去啊？那我俩咋去啊？要说你俩没经验呢，三十多年没见面，那是普通的同学聚会吗？怎么？那是彰显你们每个同学前半生生活质量高低的展示会，明白没？没有，给他解释解释。跟你们说通俗一点那个同学会就不叫同学会。那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你俩这样，到战场上不得嘎就过去啊？这怎么还能死人呢？羞死的呗！我可不愿意看着我大姐和大姐夫在小学同学会上嘎过去。我也绝对不能让你们丢我们米粒家族的荣誉。干什么玩意儿？不就参加个同学会吗？至于吗？对，还至于吗？要说你没有经验呢，人家为什么要求带家属去？对呀，人家两口子两口子的，有博士，有硕士，还有成功人士。来来来，再看你俩，怎么的？啥也不是。不是，哎，你俩凭啥这么说呀？哎呦，我还凭啥这么说？大姐大姐夫啊，我们两口子参加的同学会多了。那是受尽了羞辱啊！大姐，你要想到人家那儿，哎，不被羞辱，你得捯饬捯饬。对，你得比别人强。对，我们两个就是从那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呀，老公啊，那咱俩这次去会不会受辱啊？受辱倒不要紧，我怕回不来了。哎呀，那咋整啊？你放心，大姐。交给我，大姐夫啊，你放心不？我放心，我把你老婆捯饬捯饬，来来来，哎呀，来把你新买的衣服给大姐这都捯饬着，快点快点的。大姐，要我就说你吧，是不是在家做饭都做傻了呀？你说我平时没事在咱家来回就这么转，你老说你头我都瞅闹心了，你就没看看我的打扮，看看我的气质什么的？哎，你得上档次啊。对，你看这一身你再穿上，是不是立马就不一样了？对，你看看，哎，大姐夫你看看。来来来，不是手，哎呀，首饰呢？你说你这小心眼啊，小气鬼，给你老婆买点首饰啊，把你的给她。我带。我这赶紧。我能带上吗？哎，为了咱们家的荣誉。哎呀，出去可不能受辱啊，这个。这我跟你说，这个是我平时出席重要场合带的。哎，你不能把它给糟践了，知道吗？大姐，举着。挺对对，哎对。哎，对了，举。不是。眼镜啊，给大姐戴上。对，哎，这充满着一种神秘感。对，哎，这行不行？行，来来来，这行了，走了，跟大姐夫走吧。去吧，麻烦了吧？哎，好了，成功了，站住。哎，大伙发现没有？我大姐的气质和档次上去了，我大姐夫是不是有点寒酸呢？
哎呦，哎呦，这不行，大姐夫啊，我得给你也捯饬捯饬。我不用捯饬，你不用捯饬不行。我跟你说，你丢的不是你自己的人呐，你丢的是咱们全家的人呐。米粒家族，对不对？我不去，我不捯饬。你不去不行。二林子，你能同意吗？不行不行，快点。大姐，你也不能同意，丢咱们家的人。来来来来来，这我们都来来来，把我的买的那身休闲的衣服拿来。哎，你穿这个。我跟你说，来来来，大姐夫，伸手伸手。哎，对了，人靠衣服，马靠鞍，知道吧？这太复杂了吧？复杂一点都不复杂，穿这不行。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我觉得不太合适啊，穿上这事儿。我的衣服你穿的绝对有档次，我告诉你。行吗？哎，站好，站好。人靠衣服，马靠鞍，来，你站那边。你跟我唱的跟个超人似的，你这也太过分了吧？你这，你们觉得行吗？这都什么眼光啊？这都是。你别着急啊，这有原因，为什么不合适啊？哎，有句话说的太好了，这个吃海鲜人的衣服啊，这个吃大葱的人穿上，怎么穿他也是吃大葱的。你这不行不行，这什么玩意儿？不行，是有点不行。我还不愿意让你穿呢，我告诉你，我大姐夫穿的像童装。你把那件，你买的那件，行了，我就这件挺好的。你别丢人不丢？我告诉你，今天你出不去这个门。你说你，我跟你说，大姐夫，这件衣服可老贵了啊！这是俺们家，我准备给俺家陈日芬大小姐的，知道吗？这玩意儿，哎，这个配上了，等会儿，等会儿，哎，还差点，这个彰显着，哎，咱有钱呢，咱。哎，这个好，哎，这好，哎，好，慢走，哎呦，这就好了，你小心我的眼睛。哎，这就我看看啊，哎，你看，哎，可可的，你看这就来站一块儿，站一块儿，好，哎呦，哎，街坊邻居们，这行不行？哎呀，这有没有面子？这太有样了啊！你听我的没？行了，哎呀，气质。哎呀，服装都行了。二驴子啊，教一教大姐这个行为啊，举止啊。别老叫我小名，我告诉你。来，大姐，来跟着我坐，挺胸。对了。抬头。对了。收腹。对了。提臀。对了。妥了。可以了。大姐夫。啊，不是。你看什么呀？看呀，学呀！我也这样。你别这样啊！啊，你是男士，你是绅士啊！啊，跟我学啊！啊，哎，男人，哎，啊，把肚子挺起来，哎，收胸，胳膊架起来，哎，胳膊架起来啊！哎，哎，45度斜视啊，45度斜视，走，反了。往右边看，走。好，就这个姿势啊，我们两个给你们示范一下，怎么样进这个会场啊？来来来，看着学一学。哎，学着点啊。要谦虚。学着点啊。来 ，music。Hello。嗨。同学们好。好久不见呢。30年不见，你们好吗？行了，行，好了，来，大姐大姐夫啊，啊，30年没见了啊，缓缓地步入会场，等等 ，music。俩诈尸了是怎么着呀？大战僵尸呢，一会儿再把人观众。好家伙，我不拦着他都跳下去了都。哎，我的天！能不能好好走啊？来 ，music， 斜着走。啊哈！30年没见了。哎，这边，打招呼，打招呼。嗨，打招呼。哎呀，好了，停。哎呀！成功了，街坊邻居们，这行不行？行什么行啊？这太过分了吧！什么太？哎，街坊邻居都说行，你说不行？行了啊，气质，啊，已经都上来了，服装都上来了。对，关键这是个言谈，我得教教你们。30多年的同学没见面了，
第一次见面啊。嗯。啊，假如啊，我们两口子就是你的同学，第一次见面啊，来来来来来，哎呀，来来，谢夫人来的啊，谢夫人来啊，来。嗯。咦，大美丽，哈哈，好久不见，啊。你好，马美丽，好久没见，啊、站住。干什么呀？你不是好久没见吗？好久没见就没见吧，你要干嘛呀？你要不是你刚才亲我媳妇了？你媳妇我可以随便亲，我媳妇你可不能亲。我给你做示范。我怎么你接着来？你还去不去了？啊，来来。大美丽，这位是、啊，这是我在国外发展的老公。哟。哇，哎呦，国外发展长得很帅嘛，好帅啊！你好，你好，你好。在哪儿高就啊？在国外高就。啊，你是干什么的？在国外干物业。朽木不可雕啊！你忘不了，你就是个物业的，是不是？我本来就是干物业的嘛。我告诉你，到了这种同学会。你尽量不要说话哦，如果说话的话你就说外国话。对，说啥外国话呀？我教你啊。啊，不管怎么问啊，你就一句话啊，注意啊，跟我学啊。阿古勒 A， 阿古勒 B， 阿古勒 CC， 阿古勒 D， 阿古勒 A， 阿古勒 B， 阿古勒 CC， 阿古勒 D。哎，不是，妹夫，这啥意思啊？我哪知道啥意思呀？你放心，那个国家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哎，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啊！达米利，达米利，不要干，好点，拦不住了，这还。这位是啊，这位是我在国外发展的老公。哦呦，长得很帅嘛！哦，你好，你好，你好。在哪儿高就啊？啊！一啊！一啊！我大姐夫都会才艺展示了，成功了，成功了，这行了，这什么才艺展示这个，这还让人活不啊？啊，不就是参加个同学会吗？你看你们给我们俩折腾的，你大姐本来挺好的，弄得跟个蓝精灵似的。为了你呢？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不就参加个同学会吗？至于这么装吗？那不为了你们好吗？好心当了驴肝肺。哎呀，你们是去干嘛去啊？参加同学会。现在参加同学会就是得互相比，互相攀，还怎么着呀你啊？那就是个秀，那就是个舞台。就是，干嘛非要装啊？哎呦，非要装啊！我告诉你们，第一次我参加同学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两口子一样，素颜，什么都没装，我去的，那是受尽了屈辱啊。后来我就装。我次次都装，一直装到现在，你猜怎么样？现在同学搞同学会都不叫我了。你知道为啥不叫你吗？我成功了呗。成功？你拉倒吧，你还成功？干啥呀这是？啊，同学会是个挺好的事情，过去没有这个条件，对吧？现在科技水平上来了，大家多年没见了，是吧？好不容易联系上了，30多年。彼此之间一种想念，一种感情的叙述，一种回忆当年青春的感觉，跑那儿去争个高低贵贱的有意思吗？对，老公说的对，我们就不装了，我们是啥样就啥样，装什么是啥样就啥样，干什么玩意儿装到这个，拿走，拿走，拿走，哎呀，呵呵，这是我媳妇儿，这是我跟你说啊，咱俩不装啊。对，咱俩就这么去，没错，我就骑着自行车带你，咱不嫌丢人就行。丢啥人呢？
你要是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呀、啊，肯定我那些同学可羡慕我了。那为啥羡慕你呢？那当然了，你想想啊，就我这驼，一般人能驮动我吗？我明白，咱家自行车结实。啥自行车结实？我是说，你好，你好，我就好。啊。去赴死去吧！哎呀，老公啊，不听人劝。我觉得大姐夫说的有道理呀、啊。有什么道理啊？以后咱俩也别装了啊！再去参加同学会，咱不开车，咱也骑自行车去。骑自行车？那我也驮不动你。我也不用你驮呀。怎么的？你驮我呀？你想的美，我蹬，你搁后边跑，我好你就好了吗？29晚上7:30看，不对，盯着看，辽视春晚2020，今夜向北方。辽视春晚倒计时，10余小时奖品大派座，黄金饰品、品牌手机、笔记本电脑、精品家电、经济型轿车，种类繁多，点亮生活。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摇一摇参与互动，幸福满满，幸运不断。腊月29，今夜向北方。2020辽视春晚，让快乐惊喜伴随您。新时代合家欢，小康梦今朝圆，春节大联欢，幸运喜连连。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辽宁卫视和优酷为您联合呈现的2020辽视春晚倒计时。没错，每年的腊月29，我们的辽视春晚都会给全球华人带来一桌充满着年味儿又有着满满情怀的电视年夜饭大餐。没错，我们呢每年到腊月29，咱们辽视春晚呢成为了所有观众朋友们既期待然后有一种预热那种兴奋。是，对，所以呢除了我们期待的看春晚，还期待能拿大奖。不信咱们来问一问王群好不好？好，有请王群。春晚没开场，倒计时先登场，咱们是奖品不断，惊喜不断啊。6贵福珠宝，恭祝咱们全国人民阖家幸福，鼠年大吉。选好钻，6贵福全国连锁信任之选。那您问了，怎么参与摇奖呢？特别简单，下载咱们优酷旗下的全民娱乐平台来风直播的 APP， 看直播领取鼠年新春大礼包，看咱们辽视春晚倒计时以及辽视春晚共计20部 5G 手机等您来赢取。辽视春晚倒计时以及辽视春晚期间，辽宁移动客户发送 5G 到10086即可赢取 5G 手机等新年的好礼，100%中奖。 5G 看未来，未来无限可能。感谢咱们金龙鱼专业饺子粉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过年包饺子就用金龙鱼专业饺子粉，恭祝咱们全国人民阖家幸福，新春快乐。那么手快的观众啊，我相信应该有人在上一轮已经中了大奖了，但是如果您没中奖别着急，为什么？因为咱们第二轮的摇奖马上就要开始了。具体几点呢？听好了，是9:10开始咱们第二轮的摇奖。奖品是什么？哎，看咱们辽视春晚倒计时以及辽视春晚期间啊，我们要摇出的是由响声传媒提供的平板电脑、海岛双人游、小金属黄金吊坠、由莱纳翡翠提供的精美的翡翠工艺品、由新时代红酒田小红啊，真感情就喝田小红提供的精美红酒的大礼包、盛世桃园提供的休闲套票、由电器销量领先品牌小狗电器提供的扫地机器人、由浪花小巷最美店提供的新年代金券。观众朋友拿起手机赶紧扫描您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登录咱们辽视春晚互动平台参与摇奖。那这一轮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了，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老杨。
他来了，他来的，他迈着小步走来了。谁来了？他是谁？他要去哪儿？他要干嘛？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看看我这惟妙惟肖的嗓音，还有我这独特的造型，以及我的两只非常可爱的小爪子。哼，孩儿们，是鼠年来了。鼠年来了，你学唐老鸭干嘛？你学孙悟空干嘛？猴年还没到呢，好吗？霍老师，咱们俩合作14年，你撅了我14年，这不是马上就要开始第15年了吗？怎么还得撅第15年呢？哎呀，这个，放过我，管训，你们那桌有什么好词没有？缓解一下我们这桌的尴尬。哎，我觉得他们桌特别欢乐，特别欢乐。不怪人撅你，你这孩儿们都整出来了。要珍惜身边的幸福啊！哎，学的特别好，惟妙惟肖。不过我觉得1年4季春为首，12生肖鼠为先，所以呢，鼠年说鼠应该是别有讲究。那咱们就不配音了吧？咱们说点跟鼠有关的吉利话怎么样？可以呀、啊。那这吉利话，那是张嘴就来，对，是吧？心有所属，不错，非你莫属。乐不思蜀，有的是。那我就数一数二，哎，数不胜数，独属一帜。你看看，我认为二位同志，你们俩这个都太浅显了，这浅显，我们要来一个有文采的。来，那咱听听，咱们听听。数你最红啊，数你最棒啊，数你最强。数你最像样，太有文采了，真的，确实比咱的强老了。哎，主要是要体会这其中的真情，对，是。其实我们是希望在鼠年里呢，观众朋友都能有数不尽的收获，数不尽的快乐，数不尽的笑容，数不尽的幸福，数不尽的家的欢乐。其实啊，一说到家的欢乐哈，这个咱们辽视春晚呢，就是跟一个充满了吸引力的一个大家庭一样。每年一到腊月29，全国的明星都得回家过年，为的就是这个浓浓的年味儿，还有家的味道。是的，刚子刚才说到了家的味道，其实说到这家的味道，让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也是我们辽视春晚的老朋友。谁？他来了，他又来了，来了，这怎么这没完？孙悟空又来了。这个他是谁？是谁？这个郭冬临呢？我家楼下的李奶奶啊，每次见到我都说：“哎，你说呀，这个都说闺女啊是爸爸的小棉袄。”哎，那我看见郭冬临呢，我觉得他呢虽然不是小棉袄，他是军大衣。哎，不是，也不是军大衣，他是东北的另一件贴身的玩意儿。是什么？什么呀？什么？貂啊。雕啊，是雕。你这个比喻倒是这个挺有意思的，雕这也是我们东北的三宝，但是我不知道这郭冬临现在这头发的发量能不能撑起您的这个比喻。他是没毛的雕啊，是不是？你看，但是除了郭冬临之外呢，现在今年呢，循着我们这个家的味道而来的还有一位现象级的人物。为什么叫现象级的人物？很多喜欢在网上买东西的这些女孩子们，一听到她的名字，那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兴奋。Oh my god！ 我好像知道是谁了。是的，所有的女生们，买她，买她，买她。她是谁呢？春节大联欢，幸运喜连连。春晚倒计时，精彩继续。哎呀，掌声！各位辽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冬临，这是唐阳、尚大庆、范雷，还有姜丽云，这是我们剧组的所有成员，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我是主持人，我先介绍我们剧组。那他再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主持人陈。你好，魏老师。去年是尚大庆老师演的一个小品，我现在离不开。我感觉以前上次你说是离不开黄洋老师，对，这次就不带来了。黄洋是因为啥？不说了。没说他呀，但是他，你包括那个范冰冰，你最近也没看到，前一阵没看到吧？啊，春节晚会也没看到吧？啊，上台有喜了，恭喜恭喜恭喜！生完了，啊，有喜完了呗？就喜完了，喜完天降，完了以后现在喜上加喜，包红包呢？当然了，那还能少吗？啊，10块钱。啊，而且黄金搭档黄洋老师的回归，再加上实力派演员范雷老师的加入啊，姜丽云，姜丽云还是个作者，
作家是我们的导演之一，作者之一。哎呀，他就是能写能编能谱还能演。他是这个上大庆老师的左膀右臂，阵容庞大，也不算豪华，也不算庞大，但是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挺温暖的。今年这个节目的主题也挺温暖的，你看，就是我考你一下，这是什么服装？这个应该是消防队员退出这个现役之后，这个新换的时候，有主持人的，真厉害，你这知识面太广了。这是应急救援，叫火焰蓝。那只有他演这个消防队员，我们这里边就他演，就他演。还有十多个，将近20个消防，真正的消防。是吧？那你演什么？能够演那个其中一个消防队员的弟弟。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应该演爹了。您慈眉善目的，也是好爹性格，好爹。黄洋老师能演什么？我演叛逆消防队员的一个女青年。他就是大龄，就是您二位有关系吗？在这个我俩啊，我俩没有，我俩我是他叔叔啊，我是个叔叔辈的。我看范磊老师的扮相。是一个老年的扮相是吧？我是另外一个爹。哎呦，那这俩爹，我们俩爹老掐架，老掐架，他老欺负我。姜丽林老师呢？我是第一次参与，什么感觉？其实一直也想上那个聊台春晚，因为其实以前在聊台的节目，我们经常参加喜剧节目，组团上春晚，我们也总参加，也会有自己的作品去。完一直没圆这梦，非常感谢郭老师，感谢。在马路上拍视频，燃烧我的卡路里，咔嚓，脚卡路里了。最该来的就是他，对，他家在大连，对，大连。那说到家乡，对，咱们今天各自报一下自己家乡的。家乡我是山东人，过年山东人吃饺子，吃饺子。我们是抱着饺子、面条的、馄饨、油饼、火烧的。黄老师说：“我是安徽人。那安徽有什么特殊的？对我来说，就是过年只要是我老公做的，就觉得是家的味道。”阿星老师，我是山东的，我山东的老乡。我们主要是面食，包大包子、大馒头，过年必须要蒸一屉大馒头，上面点红点儿，点红点儿，然后各种小动物的那个，要蒸大馒头才是过年。江林老师靠海边啊，过节吃点什么特殊的？肯定大连海鲜少不了，然后炸栗黄。炸栗黄，哎呀！我相信今年的这个伴随吃这年夜饭，各位老师给大家献上这个年夜饭的名字的小品，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精神的饕餮盛宴。是的，是的。我们两个兄弟来了，两兄弟对，来，好，来，欢迎两位在小品中演出的。这是两个演员，第一女男主角和第一另外男大主角。坐，您二位坐。哎呀，我看这个服装应该是真正的这个叫应急救援或者消防战士是吧？消防战士这是长途啊，他这是作训服。大家好，我叫贾晓东，是一名服役13年的消防战士。我是来自铁岭支队的消防员，我叫陈晨，我服役11年，今年是第11年。哎呦，都年轻哎，都是老兵。我们过年的时候是6点多钟就开始，穿那个全套装备，装备所有装备全上车，一旦遇有警情、火情、社会救助，我们第一时间在最快的速度出去，就是车一直在外跑，人一直在外面，完事回来吃年夜饭，不一定是几点，有可能是。接回顿早，这个车回来了，师傅也上楼吃口饭，吃完饭等着，完事来现场了，他们走，再回来。年夜饭不能在家吃，没有在家吃的情况，没吃个整顿儿。全员过年的时候是全员在等，都是10多岁的，还没到20岁，爹妈是什么心情？是一个付出的，真是，我们给点掌声，真的很帅。新的一年，两位帅气的消防员战士通过镜头说两句话，给爸爸妈妈说两句话。对，这么多年没在家过年了，今年是第13年，就希望我的爸爸妈妈能够平安健康。我首先想跟我的家人说，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会照顾好自己，只要你们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会很放心。8月29日晚7点半，看2020辽视春晚，今夜向北方。大哥，你好，吃饭呢？请问是家的味道吗？是是是。扎到了，请坐啊！哎呀，大哥大哥，坐这儿，这儿宽敞。哦，来来来来来，老公啊，拿菜单。来，大哥衣服给我啊。好好，谢谢。来来来，坐。啊，那个大哥您过目。嗯，这什么玩意儿？菜单啊。到家吃饭还看菜单？啊？啥意思？做啥吃啥呗。大哥实在人，老公啊，我行，做啥吃啥，做啥吃啥。哎呀，大哥你喝水啊。好好好，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从外地。哦，刚看家的味道我就进来了。来了，来来来，做啥吃啥。是，好。西红柿炒鸡蛋，哎呀，太好了！炒油菜，啊、这是您的面条，啊、主食，这个小心啊，尝尝啊！小火锅可烫，哟，小心老公！哎呦，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家的味道吗？嗯，是。这是饭店的味道啊？不都一个味儿吗？热热去，这就是热的，再热热。大哥让你热你就热。哎，热热热热热啊，大哥，热。这叫什么事儿？热热。大哥，不合口味是不是？没有没有，我们店小。我知道，每个人吃饭吧，他都有。来了，这大哥爱吃回锅了。大哥，热好了，您再尝尝。怎么样？再热热，再热热。呀，让你热你就热，哪那么多废话。啊，好好好，再热热，再热。这大哥没毛病吧？小店开多长时间了？啊，刚开不久，半年。老板娘。兼服务员。啊，那小伙儿，老板。兼大厨。省钱呢。是。不用找。来了，热两回了。油菜成了咸菜了，鸡蛋成了松花蛋了，这还能吃吗？这个，尝尝。大哥，您再尝尝吧。嗯，家的味道。老公，好好好，爱吃这口，他爱吃剩饭。就这么看着我。你吃，我们不看了。不看不看。嗯，怎么能不看呢？看啥？那我们到底看还是不看呢？我到家了，啊、吃饭，说话呀，唠嗑啊。唠啥嗑呀？对家长里短的事儿吧。你看，我这咋了？明白了，老公啊，读报纸，报纸上可多。那啥，大哥，你吃着，我跟你唠啊，我跟你唠，那个，宝塔牌长虫清，专治挠虫、钩虫、蛔虫。大哥吃饭呢，你说啥蛔虫？我吃对，大哥，他不会说话，你吃，我给你读啊。本市新建500座生态厕所，坑位分配男30%，女70%，大大解决了我市上厕所难的问题。太好了，大哥！哎呀，你不是女同志，你不知道啊，女同志上厕所太难了。还有别的新闻吗？你快拉倒吧，你还不如我呢。你吃饭呢，说啥厕所呀？你，大哥，大哥，别生气，别生气啊！你吃吧，吃面条一会儿坨了，啊，你吃。蚯蚓的食疗作用，这饭没法吃了。不是大哥，你看我们也不知道唠啥呀。对呀、啊，你说你家长里短的话不会说吗？家，那你平常回家你说啥？你教我们，我们跟你学呗。就是。平常我一回家吧，
我爸妈就问我啊，哎呀，你又瘦了，身体怎么样啊？工作忙不忙啊？多穿点儿。哦，不就问这些吗？是是，你吃你吃，我俩琢磨琢磨啊。哎呀，你瘦了。哦，还那样。身体怎么样啊？挺好的。工作忙不忙啊？不忙。多穿点儿。我知道。哎呀，你瘦了。我知道。身体怎么样啊？挺好的。工作忙不忙啊？不忙。多穿点。我知道。哎呀，这饭没法吃了。不是，大哥，是你别说话，别说话了。我想静静。啊？你想谁？我想静静。他叫静静。啊，我不是想他，我想安静。他姓安，安静静。别乐了你，你快快快快，咋了？我说这大哥一来就不是回事了，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想你啊？他是来找你的吧？你们俩闭嘴！我还没说你呢，你倒说上我了。我又怎么了？你说你要是有点别的本事，我们干点别的不行吗？我怎么没有本事啊？我在外面干的挺好的，就是你非让我回家，非让我回家，回家干嘛呀？不就伺候你这一家老小吗？就知道说我没本事。我说话你现在敢顶嘴了是不是？来碗饭。吃完了，家的味道。你不知道，我一回家，我爸妈就像你们这么吵，吵的全是家长里短的事儿。哎呦，那个饭吃的香啊！接着炒。哦，老公，这大哥呀，他喜欢听我们吵架，你去盛饭去，回来咱接着炒。好好，来，好什么好？他就不是来吃饭的，他来找事儿的。你我不伺候了，我还。你干啥去？买菜去。你干啥去了？买菜去了。哦。哎呀，盛碗饭。好好好。哎呀，大哥，你说咱没得罪过你吧？啥意思？我们这个饭店吧，也刚开没多久，如果呢有什么招待不周的，还请多担待啊。你这啥意思？你们开饭店，我来吃饭，我有啥？不可能！啥不可能？大妹子，你别误会，我发现你长得像一个人。我是鬼呀？不是，你长得特别像我姥姥。你有那么老吗？你多大岁数？有60。我也买菜去了。跟你开玩笑的。我不骗你，你虽然年轻漂亮，但是你的眼神儿，你的状态特别像我姥姥。大哥，你能不能不跟我开玩笑？我开啥玩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发誓。行行行，我相信你啊。姥姥现在身体好吧？咋了？哎，大哥，咋说的好好的哭上了呢？大哥，你别哭。大哥，你看这屋里就我们俩人，你说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哎呀，大妹子，啊，每逢佳节倍思。
哎呦，要不不用，我自己来。哦，你看我演的也不像。太像了。啊？我姥姥后来就得半身不遂了，一喂我就撒我一身，一喂我就撒我一身。那后来呢？后来我姥病了以后，我就喂她了。可是没喂几天，我姥姥就……大哥，咱们是说好不哭的吗？要不这么的，我接着演你姥姥，你来喂姥姥两口。真的吗？啊，谢谢啊。老儿啊，过年了，吃香香哦，吃饭饭。住手！啊！安静静啊，安静静！我说你变着法把我支走的，原来你们俩有一腿。有一腿，你成天说我有一腿，我哪那么多腿呀？我蜈蚣啊，还是前串子？都一样。你给我闭嘴！你呀，少！你给我闭嘴！我问你，为什么一进来就要吃剩菜剩饭？你是不是来找事儿的？你怎么跟客人说话呢？你什么态度啊？不过大哥，你这剩饭剩菜，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里面还有故事呢。没事，来坐下来。哦，接着唠咱们。大兄弟，来。让你坐。我那时候不是打工吗？嗯。我媳妇儿特别好，每天下午5点钟就把饭菜做好了，等着我回家。我也没回去啊，那个饭菜是热了凉，凉了热，热了凉，凉了热。等我半夜回到家的时候，我老婆都趴在案板上睡着了。我吃着我老婆给我留的剩饭剩菜，哎呀，那个香，那才是家的味道。大兄弟，剩饭剩菜我吃习惯了，对不起啊。大哥，你啥也别说了，我全明白了。你跟嫂子现在好不？现在好了。嗯，我当上了小老板了，老婆也跟我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还没有以前呢好玩呢。啊，这不是过年也回不了家，你看看，又来看看我这些合作伙伴，你说现在我吃啥吃不了啊？让谁来陪陪不了，但是没有家的味道。刚才我的司机带着我路过，我一看家的味道，我就进来了，没想到还真吃着了，谢谢啊。哦，对了，多少钱？那我算算啊，我问问我媳妇儿。啊，媳妇儿，这个是老板有钱。你看你那个样，你回家吃饭掏钱呐？不，大哥，收起来。哎呦妈呀，白忙活了。白忙活了，绝对不让你白忙活，兄弟。待会儿啊，我就让我的那些合作伙伴一块儿到你家来，好好搓一顿，好好过个年。不行，不行，妹妹啊，人太多，没准备。准备啥呀？吃的就是家的味道。对，家的味道。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好，我是演员贾冰。我是孙桃。我是你的好朋友邵峰。观众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健康平安快乐，青春万福，属你幸福，属你健康，属你快乐，给大家拜年了。辽视春晚倒计时，十余小时奖品大派座，黄金饰品、品牌手机、笔记本电脑、精品家电、经济型轿车，种类繁多，点亮生活。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摇一摇参与互动，幸福满满，幸运不断。腊月29，今夜向北方。2020辽视春晚，让快乐惊喜伴随您。